观赏街景那动态，谁在半路停步，只听着每颗心跳和脉搏起伏，拼了命成就幸福，世界在平衡着多少心痛，开始跟结束。好呼吸多数万次，难道这样容易？你最后那一口气呼了，便发现为何明明在眼前，明明同行，但你临时别去，放下句点。许多人都相信离开的人生走到该走的那时，痛着泪话别，可知留低的与重生的，却在这边怎撑过余生的浩劫。寻求幸福了那一